叶王妃，你失踪了2年，朕没想到你还活着。朕现在问你，这期间你为什么一直不回燕王府？霍一剑，是他平复了苗疆的战乱，而你现在却因为一份不完整的证据就要把他给杀了。放肆！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，请饶恕小女鲁莽。我不是鲁莽，我也没有错。来人，叶王妃给我压下去，关入铁牢。放开我，放开我。莲儿，爹爹。好几次我都想要跟你去解释，但是我真的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。我每次都是不断的出事，他不断的出事，但那些事我也不愿意。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利用两个身份欺骗我，利用我，这就是事实。事实不是这样。那是什么？从小到大，在宫里受尽欺凌，只有伪装才能让我生存下去。但是我现在我可以什么都不要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你离了，我只要你能回到我身边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真的，只要你能回来，我做什么都行。我也可以什么都不要，我只是想要和以前一样。在你受欺负的时候可以保护你，我只想要那个傻傻